三点半，欢迎持续锁定下午三点半的股市胜手，我是伟霆。好，这个大盘呢，如何来做观察？在高档出现了三天的黑 K 棒之下呢，8500点昨天昙花线之后，今天是下跌了72点哦，跌的也算是蛮多的，是不是跟这个美国的股市哦，以及包括了在全球的这个景气状况是有些关联性啊？我们立刻邀请今天来宾是永诚国际投顾的郑其双分析师孔祥慈孔老师，午安。伟霆好，大家好。好，孔老师哦，是不是因为昨天不是美国道琼呢，真的算是跌的比较多，才会拖累今天亚洲股市，包含台北股市在内啊，相对是比较弱一点。台北股市其实还好了啊，我觉得整体上结构也就跟各位谈过了，就是说，先给各位的一个结论，就是说，美股这个地方短线的修正，但是呢，我认为都还有过高的机会。什么原因？早就跟各位谈过，12月份就是说，在美国这个地方有所谓的缴税的问题，那1月份就好像再把它买回来，这就是所谓的元月效应嘛。那你12月份 Dow Jones 或者是 SP500 或者是 Nasdaq 这个地方做压回来讲的话，它是个涨多的一个压回修正，涨多压回修正，那当然也就是牵涉到所谓的 QE 的一个退场的问题，可能就提前到17、18下个礼拜啊，相关可能 QE 就缩减它的一个购债的规模。但实际上各位你要知道，一旦缩减购债规模的话，代表它整体的一个啊经济成长是持续不断向上，整个 GDP 都已经比我们台湾好了哦，所以说他们这个长多的架构是没有改变。实际上再从三个观念来看的话，第一个部分就是牵涉到所谓的股票评价的问题，也就本益比的问题 ，OK 啦，这个筹码结构的问题 OK 啦，啊，散户都还没有直接进场。另外一个，整个10年期公债殖利率整体上殖利率都啊利率都还是维持低环境的水准啊，都 OK， 整个资金的一个配合度上面宽松货币的情况都还 OK 啊，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最多就是一个短线修正，它不至于构成美股的一个长多架构的一个由多翻空的转折向下。No way 啊，没有机会啊。那当然回头来看到台股这个地方的话，那台股现在目前的一个8500点浅尝就压回，我还是认为没有改变啊。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当初的8476来到8477，来到8501，那将来就是说跟各位谈过震荡区间盘，过高压回，过高压回，就持续不断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那重点就是说还是相关的一些个股的一些布局啊，我一直认为就是说，台北股市啊，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纷纷扰扰，多多空空啊。每天美国那边炒的就是 QE 是否要缩减，台湾这个地方炒的就是所谓的 GDP 哈、啊，到底有没有机会往上成长啊？又是环保又是经济，你到底经济环保你要怎么搞？结果怎么搞都搞不好。但是没关系，回头来看台北股市吧。台北股市你要所选择的个股，譬如说我今天就。我先讲重点好了，伟霆，好不好？好。你记不记得我昨天有拿了2张图出来？海量资料跟穿戴式装置吗？对啊，我们先把这2张图拿出来好了。好，这昨天跟各位谈的一档穿戴装置吧。嗯。昨天是启功涨停嘛，收盘涨停了啊、哦。这档是海量资料，昨天也是收涨停，启功涨停，好。那为什么说起功呢？哦，那各位你非常清楚，今天台北股市下跌了72点嘛，啊，下跌72点呢、啊，金融股跌了就超过1%了、啊。但是我跟各位谈，这2档股票今天持续上涨，没有影响他们呢、啊，没有影响到他们整体的一个再度起功的转折上攻的这个过程，没有影响。所以说我一直不断的强调，就是说，大盘指数压回反而给这些个股掩护的机会啊。你说你大盘，你金融股一天涨个1%，涨个2%，一天涨了个150点，请你告诉我，这样子的个股，它的涨势能够维持多久？反而不久啊。你说今天台北股市跌了72点，这些个股持续在过高，持续上涨，哎，它的气会很长，可以持续走出它一个该有的波段的一个涨幅，这就是一个重点了。所以说，今天。或许每个人都因为今天跌了72点哦，下礼拜一如果加权指数8444点站不上去的话，下礼拜一各位听清楚，下礼拜一五日均线开始下弯。对，啊，那五日均线下弯又怎么样呢？五日均线下弯代表的指数要做短线的修正嘛？可是对个股不是这样子啊，对个股并不是说是他们就每一档1000多档股票都要短线修正，没有这一回事嘛？哦，就如同今天下跌72点，为什么我跟各位谈的这2档个股，昨天都涨停，一个穿戴。啊，一个海量今天持续上涨啊，没有影响啊，真的是没有影响。这个部分来讲，其实也不是只有这2档。我想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就持续不断的跟各位介绍一个观念了。这个观念就是说，
我所看好的个股就是一个波段的公式啊，就是一个波段的公式。一个趋势就是看一个波段，没有趋势你就不要去做它，因为短线不聚财，趋势终将就会造就股价。这难道不够印证吗？4965的商店街，啊，不够印证吗？绝对够印证的了，够印证。产业你了解到它整体哦，业绩是成长的，产业趋势是向上的哦，具有创新的概念，这就是你选股的机会，哦，这就是你的机会。3D 列印的大种，嗯，这个都是一个所谓选股的一个方式嘛。那基本上这些股价，绝对都可以让你累积到丰硕的获利，但是你不要做短线，你不要去玩短线，好。那另外的话呢，各位你也看到了，哎，今天这个伟霆你应该非常清楚，在《经济日报》还《工商时报》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 Google 嘛，谷歌啊，好要在台湾建数据中心，对啊，数据中心，因为香港的地价太贵了，对啊，本来是1亿变2亿，2亿变3亿，3亿现在变6亿，6亿的话等于是说180亿台币。这180亿台币，哎，各位，他在新加坡也不过才1-2亿耶，我们台湾就6亿耶，基本上我们台湾还具有所谓的一些优势 advantage 还是在台湾有的嘛。听说是3天就把他那个就接受了他的那个申请，来到彰滨这个地方，只有3天，单一窗口。对，哎，那我就觉得这个部分政府就值得鼓励。你看看，他这个整体的扩建，6亿美金。180亿台币，各位，你去想想看，这些软硬体要从谁来？软硬体要从哪里来？是从大陆进口吗？美国进口吗？新加坡进口吗？香港进口吗 ？No， 台湾，就地直接把它 install 起来，就把它建立起来、建制起来了。所以说，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是说，海量资料。那今天海量资料 ，Google 不就走在趋势上？我一直不断的强调 ，Google 在近期的股价都还在创新高。它后面代表两个意义，一个是电子商务，一个是所谓穿戴装置。电子商务这个地方是代表了网购市场，另外一个就是海量资料嘛。观念都跟各位谈了，这是个无法改变的趋势。今年是年底了，明年一整年绝对都围绕在海量跟穿戴，绝对围绕在穿戴跟海量。这个不会改变的。好，举个例子了，金城跟谁有关系？金城啊，6214的金城呢，今天也涨了，今天涨了多少？我看一下，今天金城涨了4毛钱。它还是涨嘛，对不对？还是涨嘛，那持股就是续报嘛。那你说6214的金城跟谁有关系？我说过跟两家有关系啊，一个是中移动，中移动跟他有什么好处呢？4G要开台吧，中国大陆4G是不是要开台？那你金城这个部分不是跟各位谈过了，就是这一块吗？这资料中心、储存装置、应用软体，整体的 integrated project 就是这一块啊。哦，这是你的机会。那不仅仅如此，那你说金城还跟谁有关系？跟 Google 啊。Google， 那再重复一次，6亿美金在彰滨扩大它的资料中心。那你告诉我，在整体上面 ，Google 这个彰滨100和台币180亿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额，要不要用到金城相关的内相关的一些软体？要不要？当然需要嘛，软硬体的 project 的结合，这是金城最厉害的地方嘛。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啊，这个叫什么"春江水暖鸭先知"啊。你看到了金城近期的走势，今天再过高，是不是有人就已经知道 Google 在台湾的彰滨地区就要在扩建它的资料中心，就要用它的产品？不然外资为什么一直买金城呢？你回去看看外资是不是猛着买金城。可是在之前我就跟各位谈到第一个起攻点，就跟各位谈了77怎么会是它的历史高点就过不去呢？我不认为啊，今天到69.3了，到69.3了。好，这个就是一个产业趋势，不需要等到 Google 说是在台湾要搞到1亿、2亿、3亿、6亿美金了，哦，你才会觉得哦，这是一个趋势，早就看出来这是一个趋势嘛。好，这是金城，台北股市今天下跌72点，金城还是上涨，还是创新高，来到69.3。好，这是金城。
这一块是它的储存装置，储存装置，台北股市首屈一指的就是3057的桥底，也没有问题啊，海量里面的，近期也是创新高，强于大盘的嘛，好，伺服器远端管理 IC， 这都是伺服器，每一个机架都是伺服器。信华5274，信华创新高186，今天还有更高的点来到187。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整体的结构上面这个海量资料，台北股市今天是下跌72点，有影响到这些个股的走势吗？没有啊。如果真的有影响压回来，那是怎么样？那是你买进的机会。伺服器流量管理设备，3664的安瑞啊，今天也是上涨啊，今天也是上涨啊，它所有的未来的机会全部都在大陆的市场。我想将来这些股价的走势都可以印证一个产业趋势可以推升股价的原动力，啊，这个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伺服器跟伺服器之间如何流动它的资料？光传输器嘛，光收发器，光通讯的一个传输跟光收发器啊，这档股票是谁呢？不就重达吗？从上市第一天的74.9块都还有低点，这一路可以飙到106.5啊。这是海量资料的。那你可以知道他跟谁 ？Avago 嘛，美股的 Avago 最近都才创波段新高啊，因为他的Avago 相关的10个 Giga 这样子 bit per second 的这样子的一个光收发模组，就找重达代工的，就找重达代工的。好，那你在想，哎呦，那 Google 彰滨工业区这个地方到底是这个6亿美金180亿台币，要不要买一些伺服器间光传输相关的这个光收发器？要不要买 ？Suppose 要买嘛，他都能够帮 Avago 在做代工的，你认为他不能买他的吗？这个就是一个产业趋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也跟各位谈到了这网络安全平台，从上柜第一天61块可以飙到116块，就算是短线现在在修正，那不就是各位的机会吗？我看到的就是机会。奇阳，他的样品已经送到美国最大的网络安全软体的 Checkpoint 的这个地方已经送检了。随时下来 ，OK， 就邦德出货了，跟 Checkpoint 的网络软体，邦德跟这个奇阳的相关的网络安全平台就一起邦德出货了。这个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趋势，这没有办法改变。各位，你一定要去想到，2014年就是穿戴，就是海量管理中心或控制中心，我怎么样监控我每一台伺服器它的一个过程呢？我要 debugging 的时候，我要侦错的时候，怎么侦错呢？6277的宏正啊，我跟各位谈的这些股票，都是长线趋势看好的股票，这中间不会有所谓的大幅回档的问题。在它的一个股价，因为大盘指数在这个地方做震荡压回来的过程，哪怕这些个股或者顺势也跟着压回，这都是各位的机会。这都是各位的机会，这个观念一定要有。不要因为美股这个地方 QE 是否退场造成美股重挫，然后台北股市联动开低之后就看不好台股，你认为政府会怎么样呢？我们当然不会把所有的金钱因为想着政府要做多而把怎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政府很多事情是不可信，没有错，但是问题在这个当头，你要知道整个台北股市的筹码结构是怎么样，筹码结构是怎么样？你可以从融资余额看啊，你可以从融券余额看啊，你可以从外资在 3MAX 摩台场内相关避险水位来看啊，你可以看到政府明年12月6号7合1选举他要怎么看呢？他的经费要从哪里来呢？他的 GDP 要如何往上推升呢？听清楚， GDP 1.74%， 连美国都不如的情况之下，你认为政府要把 GDP 往哪里面，要怎么走，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 GDP 快速的成长？用什么样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投资朋友们要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观念，
面对台北股市的一个长线趋势，做出该有的动作。海量穿戴是你的机会。台北股市今天下跌72点，不影响我们相关目前正在推的个股。虽然我在盖牌，但是我相信你都还有更好的买点。同样的，这两档个股，当然还有其他的个股，陆续也都在部件中。其实我所选择的个股，现在今天几乎全面都是上涨的。那只是就是说，希望投资朋友们给大家一个加油跟鼓励，就是买对好的个股，不要因为大盘指数的震荡，然后认为台北股市8500点反转由多翻空，没有机会。重点在选股，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好，我们休息一下，股市胜手马上回来。2014赢金马，财富倍增选好股，免费赠送2014标马股，立即索取永诚国际投顾02-2542-8999。2542-8999。2014赢金马，财富倍增选好股，免费赠送2014标马股，立即索取永诚国际投顾02-2542-8999。2542-8999。顺汉方的感冒药安速方丹，好饮够效，唔惊你比较。饮落袂爱困，精神好。千号上票，安速方丹。拜拜。大家好。中国信托点燃生命之火，邀你一起帮助弱势孩童。谢谢。70年代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年代，经济自由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关键。我们创造了无数奇迹。我们引以为傲，当世界脚步不断向前，面对区域经济威胁，我们正面临关键时刻，一起做对的事，自由经济示范区。山牛奶燕麦片，燕麦片好香好浓，麦片滑顺好喝 ，Q 滑玉米谷粒好惊喜，一口享受三股美味势力，真材实料，美味层层来袭。马玉山牛奶燕麦片，泰国最卖座3D 鬼片，恐怖欢笑超越七零人七，这个高中没有鬼，12月13全台上映。安利一支元净水器。高密度活性炭过滤，结合紫外线杀菌，才能真正滤净。安利益之源，关心您。欢迎再度回到了股市胜手。目前这个大盘还是区间震荡盘之下，选股变得是越来越难了。但是刚孔老师特别提到两个产业，一个是在穿戴式装置，另外就是在海量资料间各国都还是不畏大盘下跌，逆势的往上的翻扬啊，是不是趋势向上？选对个股真的是非常重要。当然是啊，实际上你可以留意到，就是说，还是重复那句话，我希望投资朋友们看到我的节目当中的时候，就永远就记得，就是说海量穿戴。就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迎接2014年独领风骚。我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哪怕即使可能到了2014年的端午节，我可能都不会改变我的看法啊。这个是非常清楚，为什么呢？你说海量没4G 也要，不管是中国大陆，不管是台湾，4G 也陆续在2014年都会开台。那这个4G 它所造成更多的 data， 这不就是海量吗？那你说过去的 PC， 现在的移动装置，未来的不就穿戴式装置吗？这已经是最简单的逻辑了嘛，这是最清楚的产业趋势。注意这个趋势，它一天一天累积，它是迟早会来到的，它不会是永远不会来，它是一定会来。那一定会来的话，台北股市在这个地方，因为美股的怎么样点点点，那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有压回，那当然就是各位的机会。各位，业绩成长创新产业趋势向上，就是海量，就是穿戴。好，
3035的智元今天下跌72点，它不是过高吗？来到41.5块。啊，各位啊，昨天的这一根黑 K， 我特别跟各位谈到了智元昨天在整个技术面是突破下降压力线的回撤，是你另外一个买点啊，不是就过高吗？来不及，这个地方你要来得及啊。23035的智元很简单嘛，它的题材是什么？哦，你要说四 G 的题材，你说是它所谓的 ASIC 特殊晶片用在基地台 ，OK 啊，这是一个题材啊。转投资神念科技，脑波感测 IC， 这就是 Google 的 Glass 穿戴装置啊，这也是一个题材啊，对不对？你的题材越多，反正就越好。那对3035的智元来讲的话，它就是拥有这样子的题材，就构成它股价推升的原动力嘛。你3035的智元。就长线看好嘛，这个就是穿戴装置啊，你可以走四 G， 你可以穿戴装置 ，OK 啊，都 OK 啊。那我也跟各位谈到了昨天的这一档的海量资料，两根黑棒压回是你的机会，你不买昨天涨停，今天持续涨啊，那持续涨啊。那各位你知道我看好的一档个股，全部都是看一个波段。我不会跟你看这么短的短线，所以说你都还有上车的机会。重点就是说，什么时候上车最好呢？啊，万一他明天又半根停板开盘，哎呦，中场又往涨停板那边冲的时候，哦，你那时候是下去要追，那个点都不好，各位，那个点都不好。他如果说就如同今天，啊，美股重挫嘛，其中 Nasdaq 还大跌了，跌幅超过1%，跌了58点好像。那你台北股市相关的这些电子股，不管今天不管是海量资料，今天不管穿戴装置，都是大部分都是电子股嘛。那电子股因为 Nasdaq 大跌了超过1%，他们很有可能开低的嘛，今天对不对？那开低反而是各位的机会耶。如果说这一档个股今天是有开低，那不就是你的机会吗？不管它今天早盘有没有开低，可是它中场就是继续涨嘛，它继续涨，所以说你要趁着，最好就是美股明天再跌，今天晚上再跌，你今天晚上再跌。它开低，那就是你的机会。啊，如果说美股今天上涨了，上涨了20-30点 ，Nasdaq 这档股票明天开高，开个了半根停板，然后又往上冲的时候，你那时候就会心痒，你看到了它，你要去追的时候，那都不是最好的买点，那都不是，一个震荡可能就把你洗掉了。未来，同样的，你说除了3035的智元这一档个股也是穿戴装置啊，啊，这一档。今天智元有转投资神念科技，有所谓的脑波感测 IC， 因为 Google Glass 相关穿戴式装置的供应链，那这一档个股呢，它也是 Google Glass 的供应链呢、啊，它也是 Google 的供应链呢、啊。那像这样子的个股，是不是各位你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如果说美股这个地方今天晚上如果再压回的话，那明天它开低不就是各位它的一个布局很好的买点吗？我要跟各位谈的一个观念是，我们抓住所谓产业趋势是主流的个股，那当然产业趋势主流的个股不是你讲了就算，而是你可以了解整个产业趋势它未来变化的一个情况嘛。穿戴装置这是不可逆的，它一定是走这条路。那穿戴装置有谁？ Apple 的 iWatch， 有 Google 的 Glass， 啊，有三星的 Gear， 那未来有很多穿戴时装，那你不要说你穿双球鞋，它可能都是穿戴装置啊。嗯，啊，那还有女性的内衣，你知道吗？有哦，对，嗯 ，Microsoft， 微软的、嗯，那还有所谓的医疗看护，是不是贴在身上要帮你了解一下你的一些其他器官的一些，或者是血压，或者是脉搏，或者是 anyway， 等等等，这都是属于穿戴式装置了。从上面的眼镜到你戴的手表，到里面穿的衣服，到你穿的球鞋，到看护那个居家照护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相关的一个贴片，这都是属于穿戴装置的，这就是未来的一个产业趋势，它是不可逆，你就是要往这条路走。好，所以说像这样子的穿戴装，它也是 Google 的相关的供应链，就如同智元，它也是 Google 的供应链。我可以跟各位谈到的地方就是说，在台北股市不管因任何的原因，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股市的表现也好，来自于美股的表现也好，如果台北股市如果有所谓的一个震荡的格局的话，那投资朋友们你就应该把握这些个股逢回的时候做好买进的动作，
因为加权指数到目前为止的话，下礼拜一即使关键点80844这个地方没有办法站上五日均线开始下弯，下礼拜一8444如果站不上的话，它也无碍于整体台北股市未来它的一个波段上攻再过新高的一个格局，它没有改变。短线上面了不起做一个小幅的整理，因为有太多太多的环境，不管是外资的筹码结构，不管是政府做多的心态，不管是整个政治面的一个相关的内涵，还有美国股市现在十二月份的一个报税，明年一月份再买回来的一个元月效益，等等等等，这说不清楚、说不完的一些内涵，你就是要有一个观念，趁着压回做好一个波段能够做上攻的一个个股的一个低阶布局的动作。我想这个应该是在整体上面的一个趋势上面是一个对的决定。重点，你买进去了以后，你抓到的一个观念，怎么样可以让你累积是比较丰硕的获利？就要一个这样子的观念，抓对趋势就是看一个波段，看一个波段，因为趋势它就会造就一个股价。你可能看到孔祥慈，你会想到商店街4965的商店街，从138飙到271.5块；你看到孔祥慈，你会想到3D列印大总，从119块飙到166块；你看到孔祥慈，你又会想到所谓穿戴装置，你又想到海量资料。海量资料在过去的7档个股里面，一档一档的介绍，每一档个股全部都创波段新高，都是强过大盘。现在的穿戴装置又是各位的机会，相关的个股，我希望各位好好的可以做好布局的动作。好，包括了穿戴式装置，还有海量资料，都是目前在12月份呢，这坤老师持续来关注的产业，都是趋势向上的产业了，请大家持续来锁定了。我是伟霆，我们明天见。